欢情之恋谁人破解，击溃他人的奚落种种谎言，羽翼撕裂伤痛蔓延，唤醒沉睡的少年勇往向前。他披上战袍，风呼啸，江湖上飘摇，生死走一遭，迎风暴，将恩仇断了，千招拆招，将邪魔放倒，斩魂出鞘，一生煎熬。他历经万劫，他云烟，逆风中蜕变，俯身看世界，哪怕如深渊也不曾退却，肝胆相照，此生逍遥，斩魂不到一生煎灵儿。娘。若云。来。灵儿跟爹爹去练武场玩好不好？啊，好困，我还想睡。他又睡了一天。中途醒来吃了些点心。灵儿都三岁了，正该为修炼打基础，可他这么嗜睡，还找不到症结。修炼界人心险恶，我倒宁愿灵儿当个普通人，健康快乐就好。若云，我是担心有一天他会一睡不醒。啸天，若云，我联系上几位名医，他们愿意为灵儿看病，不过有一个要求。只要能治好灵儿，任何要求我都答应。啸天，你别急，他们的要求很简单，拨出外诊，需病人亲自登门。没问题。林姐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何必见外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姑姑。慢点。爹当年竟然这么意气风发。叫爹娘。你们竟敢毁我儿本源，拿命来。我嗜睡这毛病从小就有，爹最后说的那句话，有人故意破坏了我的本源，爹的腿伤可能和这件事有关，娘也没了音讯。本源有损，过往不可尽知，唯有继续提升境界，持续修复本源，才可陆续洞悉全貌。好，我一定会弄清全部真相。心机令断剑。我记得宿舍就在这附近啊。找到了。站住。有什么事吗？让那卑鄙的人族小子道灵滚出来。道灵谁啊？白痴，没事。
是那小子的同伙。什么道灵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请你离开。交出道灵，我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？我都说了，没见过这个人。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？你弄错了吧？你又错了。别演了，卑鄙的人族蝼蚁，你俩分明是一伙的。你快走吧，这事和他无关。交出在星辰大河抢走的银色兽皮，我会遵照主人的吩咐给你留个全尸。哼，你主人要真有本事就亲自来找我，还这么个小喽啰。我看你是活腻了。知道怎么破阵吗？只要击碎阵眼就行，应该是其中一面阵旗。别垂死挣扎了，主人赐予我的血旗可是宝器，九旗灭阵，去！吃点丹药就好了。抱歉拖累了你，这你收下吧。啊，神丹，这么珍贵的丹药，我不能收。我是炼丹师，这种丹药还有很多，你放心拿着吧。我听说炼制人丹的材料很贵的。还好，聚宝阁可以。糟了。今天是拍卖会，我的天银石。多亏你提醒，要不然我也忘记今天有拍卖会了。你是特意去买天银石的吗？天银石是修行三转金身第二转的必需品。林姑娘呢？我只是想去看看热闹，
哦，对了，你叫我诗诗就好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诗诗，明日姐姐，好久没见了，你也去拍卖会？嗯，我和朋友一起的。道灵，这是火灵玉姐姐，她来自火神宗，也是炼丹师呢。也？你也是炼丹师？那正好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带上诗诗和她朋友，没问题吧？当然。火神宗以炼丹闻名，说不定有机会交流交流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灵玉姐姐，你不是拒绝了和武俊明联姻吗？怎么会和他一起来啊？在外面碰上的，他有这儿的贵宾牌，我又不想在大堂挤，就蹭蹭呗。俊明少爷，您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，请。嗯。春月，你怎么？拍卖会缺人手，我是被请来帮忙的。啊。拍卖会怎么还不开始？应该快了吧。明玉姐姐，你特意来青州，就是为了参加拍卖会？你呀，是不是忘记星辰殿堂快开启了？星辰殿堂？星辰殿堂是学院秘境，听说有很多上古遗迹和神通法宝。学院建校已经上万年，宝物也早被人拿光了吧？那秘境大得很，到现在还有很多没人去过的神秘区域。没错，据说深处有斗转星移这门大神通，我堂兄对他势在必得。堂兄？俊明阁的堂兄就是武帝。武帝也要来？开始拍卖了。这块黑铁看似普通，但实则有一万斤重，且十分坚硬，连道气都可以摧毁。起拍价500万金币。但见有异动，难道？550万。啊！这种废物也买？买来炼制武器不行吗？诗诗姑娘有所不知，这玩意儿一看就是某个道器的碎片，根本无法炼制，明眼人都不会买的。550万，成交。哎，其实最先拍卖的东西往往都没什么价值，道兄这次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。能不能炼制，只有试了才知道。你不是炼丹师吗？难道还会炼器？我自学了一些，就连炼丹也是前不久得到一本古经，正在摸索。自学？自学炼丹，要是出了意外会没命的。啊，那么危险。这册子送你了，应该能帮你避免一些危险。谢谢灵玉小姐，这瓶宝液就当是谢礼。就你这种身份能拿出什么宝液？别脏了灵玉小姐的手。闭嘴。道兄虽然身份低微，但我武家人最注重才华，只要有实力就能得到武家的尊重。我就来试试你的实力。别在这丢人现眼，都滚出去。你的力道控制好厉害啊，能不能教教我？好，以后教你。
能击败我们武家旁支的年轻一代，你很不错。过奖了。接下来拍卖50斤天银石，起拍价1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来了。2000万。怎么，道兄也想拍？是啊，这些天银石对我很重要。2500万。哼，那好。2600万。3000万。3100万。道林兄弟，不喊了。3100万一次。你要是钱不够，我可以。没事。3100万两次。6000万。这么好、啊。大王，求包养。6000万两次。看来他对天银石势在必得呀。武兄，不加价了？哼，我倒是没想到道兄弟竟能随身携带6000万斤，怕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吧？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6000万三次，成交。道公子，天银石是寄售品，卖家只接受金币结账。啊，把这块令牌给管事的，让他把这些物品兑换成金币。供奉令牌？聚宝阁供奉都是天骄或者老一辈强者，就凭你也配？这块令牌恐怕是假的吧？令牌的真假，聚宝阁自会分辨，用不着武少爷多管闲事。你这种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小混混，敢对我无礼！住手！聚宝阁内不许动武，否则便是与聚宝阁为敌。聚宝阁的大小姐竟然亲自来了。紫玉小姐，我不过是想替你们聚宝阁解决这个自称供奉的骗子罢了。道公子的令牌是我亲手给的，他天赋出众，堪称天骄，当然有资格成为阁中供奉。五公子，我聚宝阁的事也不需要旁人来指手画脚。你们这儿吵得很，诗诗，陪我去别处逛逛。哼，聚宝阁的眼光也不过如此，这拍卖会不参加也罢。抱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我家还不至于为这种小事和我们聚宝阁过不去。倒是你，以后碰到他小心点，这人可记仇得很。师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院长让我带你去见他，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。我这次闭关至少1年。星辰殿堂我就不去了，那里面宝物虽多，但十分凶险，千万要小心。师姐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放心吧。嗯，去吧，院长在等你，我走了。是是。青长老。不足为惧。过来吧。院长，有一件任务要交给你，进入星辰殿堂后
找到星辰大河，取得星辰神液。殿堂里还有一条星辰大河？那条大河才是本源。当年学院老祖从殿堂中的星辰大河内取出一块星辰神石，并以通天之力截取了一段河流一并带回。后来这块星辰神石和被截取的星辰大河就成了立院之基。那是多年已过，神石的灵气快要耗尽，一旦神石碎裂，学院也就不复存在。那您让我取星辰神液是要修复神石？可我不过运灵六重天，您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？那河中压力巨大，常人无法抵抗，你练了三转金身应该不成问题。这次任务我交给了两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青翼飞，他也有特殊秘法解决压力。刚才那个人是青州第一天才青翼飞。这件事关乎学院存亡，若你能找到神液，学院绝不会亏待你。我一定竭尽全力。看来必须去小五道碑留名了，取得宝物提升实力，进星辰殿堂才更有把握。最近各州的天骄都来咱们青州了，这几天呢，不少人在小五道碑上留名呢。是啊，不过这么多天骄，没一个能超越五帝啊。哎，听说五帝也去星辰殿堂，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有幸见到他。五帝，有人去小五道碑留名了。哎，好可怕的入神力量。这次吐出的宝物绝对不凡，我色了，快看看排第几名。消失了，他竟然超越了五帝的留名。什么？眼花了吗？超越五帝？这是哪个家族的绝世天骄？没看清吧？真的是天骄。这次留名居然让我突破运灵七重天了，赶紧回去看看小五道碑给的什么宝。不可能，又是一个绝世天骄啊。不好了，有人在小五道碑的留名超越了五帝少爷。不可能，皇兄的实力举世无双，绝不可能被人超越。看清留名的人了吗？没看清，不过他留名为道。堂兄，这小五道碑只是小孩的玩具，不必放在心上。
怎么说也是第一名的奖励，说不定是绝世神通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都快哭死了吧！哎，既然生命宝液能帮助清除，那一定也能抢救这根……哎，算了，管它是什么。没有搞错，还要吸我的灵气。这玩意儿不会把我吸干吧？脾气挺大。加快我本源的修复速度。太好了，要多少灵气你尽管吸，只要能修复好我的本源就行。万物之初，惊天之眼，以天地奇珍孕育，可吸纳万物之气。只需继续提升境界，侍奉青莲助此处混沌开天，便可一往无前。表哥，前面还有位置，我们快过去，早点进入殿堂里就能得到好东西。啊，那是留给天骄的。那个在星辰大河抢走银色兽皮的人族没来，人族的渣子都胆小如鼠，注定被我族踩在脚下。这里容不得你们兽族放肆。卑贱的人族蝼蚁，也敢大放厥词。姐姐，你又慢了一步。风水轮流转，你现在笑得越开心，以后就哭得越惨。我叫来了。是武家的族老武伯利和武家三王铁。我听说武帝也会进入殿堂，怎么没看见呢？哎呀，武帝什么身份？怎么会在这儿等殿堂开启？那个自称道的小家伙太过猖獗，修行平平就敢挑衅帝儿的神威。这块通灵玉上已经留下了道的气息，你们进去之后斩掉它，为帝儿扫除隐患。是是。这
没关闭，幸好赶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修炼就容易忘了时间。没事啦。哇，光是站在这儿就能感受到浓郁的灵气。我们快进去吧。嗯。强者洞府肯定有很多宝藏，好强大的封印，怎么办？去试试吗？再等等看。哎，诗诗，道公子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们。这是建州林家的小姐林诗诗，这位道公子是聚宝阁的供奉。这是我表哥江晨海，他可是造气境的高手。不必拘礼，我比你们早入学院，你们就叫我一声师兄吧。啊，江师兄。江师兄，既然有缘相遇，不如我们同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们境界低微，只怕拖累了江师兄。以我的实力护住你们不在话下，你们既然与春月交好，那就跟在我身后吧。嗯。谁来了？上古神山少主，还真是袁家陆贞。就是啊，来几个高手配合我破除封印。怎么，人族凋零至此，已经没有高手了吗？主人，人族最狡猾了，恐怕都等着坐享其成吧。既然你们不主动出面，我就亲自来抓了。如果被他发现，会有大麻烦。江师兄，师兄好歹是造气境高手，怎么能被这些兽族看低？此行我和诗诗都要仰仗您了，请您帮人族挣回颜面。表哥，道灵说的对，这些上古神山的人也太嚣张了，恐怕只有你出面才能堵住他们的嘴。好，既然在场同族实力都不如我，那为了人族尊严，我义不容辞。我来，这位是高手，说不定他可以。我要先试试够不够格。勉勉强强，跟着来吧。输送灵力，
确实不凡，再加上他造寂境的实力，若是被抓到就麻烦大了。封印破了！太好了！快进去！找死！啊！吓得这么狠啊！别害怕！别进！别进！怎么走？上就不动了。来吧。别浪费时间，去深处。哇，这么多草药！看样子都有百年以上。待会儿人就多了，分头行动。道公子，我和你……啊，春月，别愣着了，快去采啊！五百年呢？啊，一千年呢？突然过来了，那边人多，我不想和他们争。哎，这不是洗髓花吗？我正需要它来突破云岭五重天。诗诗，你能不能把它让给我？可这对我很重要。亏我还把你当朋友，堂堂林家大小姐还这么小气，连一株草药都不肯让给我。不是的，我有办法了。道灵送了我一颗人丹，我把它给你吧，这样你就能突破了。哼，他对你还真是好啊，这么珍贵的丹药都送给你。不过人丹我要，洗髓花我也要。春月，哼，废话少说，交出洗髓花。索要不成就明抢，这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手段。
那你们呢？若不是受了我的恩惠，你们能率先进来？表哥，我表妹只不过想要一株草药做谢礼，有什么问题？谢礼？事先没说呀。你还真信啊？这明摆着就是编出一套说辞来，好名正言顺抢你宝贝。江师兄的嘴皮子功夫竟然这么厉害，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真是让师弟我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忘恩负义，目无尊长，今天我就好好教导教导你。三转金身，你没事吧？不愧是造气精，我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。表哥，小心被损坏了洗髓花。我自有分寸。追，一定要把六千年洗髓花拿到手。他们好像没追上来。你这断剑的速度好快。那是当然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收服到的宝贝。这是怎么了？器物阁。看样子是储存宝物的地方。这些宝物都没有灵气了。而且有人先到一步，已经把珍贵的器物取走了。这钗还挺好看的，很适合你。我帮你。好了，很漂亮。谢谢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打坐用的蒲团。大道气息，这里有强者留下的大道气息。大道本源之气。简直是一尊至宝，竟然就这么被人无视掉了。太好了，你赶紧参悟里面的大道，我来帮你护法。他们走的不是这条路。
出来。也不过是个倒贴货，配个男人做到这种地步，真让人刮目相看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和道灵只是朋友。朋友？谁会相信这种鬼话？最看不惯你这副假清纯的样子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这张漂亮的小脸毁掉之后，还怎么勾引男人？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顺利突破运灵八重天。是他先对你下毒手，这种人死不足惜。神奇了，我的伤全都好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你过来看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这是本源气息。里面可能另有乾坤，到我身后来。流星拳，好浓郁啊！咱们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大造化呢。跟紧我。到了，快看！哇，本源灵泉！怎么了吗？别靠太近，那里灵气太浓郁，可能会受伤。先在这打坐，慢慢吸收逸散出来的比较好。这个你拿着吧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吸收灵气。谢谢。
这也太能吃了，好歹给我留一口。哦，有变化了。生命之气，休养生息，静默以待，演化在即。待演化完成，便可混沌开天，届时修为精进，真相将更为清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说话，我必须输送一些精气给你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谢谢。那把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吸食你的精气？这是一把魔剑，是我用精气喂养它的。什么？这不是胡来吗？我看这把剑还是扔了好，要不然会出大事的。不行。这是我家传的宝物，以气养剑是我的职责。可这种方式太危险了，今天要不是我在场，恐怕……我知道，本想着这是最后一次喂养它了。这里灵气充沛，又有大道蒲团的帮助，应该能平稳度过才对。更何况我还有这个，我非要留着它，就是为了补充精气。本想着这次祭剑后再拿出来服用的。反正现在也不需要了，送给你好了，就当答谢你的救命之恩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那我就收下吧。震动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上古神山要，谁敢抢？
这些神通，就各凭本事，非神人都怕你们吗？就是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就让你们全都葬身于此。那五个玉体散发着大道气息，哪都是大神通。可里面有好多造气境高手。我进去，你留在这里接应。只剩三个了，不可能都拿走。一气拳，你们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。你们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。你先走。不要。都可以融入这拳中，凝聚法会于一拳之境地，融于虚空之道，则拳法变化莫测，随心而动。虚空裂隙，这拳法竟然能引动虚空之力。此拳破万法。这门神通涉及虚空变化，我这一拳只算入门而已。是神山少主追来了。我好像听见了噬火灵鸟的叫声。啊，就是学院里很嚣张的那只古琴幼兽，你认识他？帮过我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说不定他遇到麻烦了。好。
会在总部区域遇到这个茶星，他不去殿堂深处来这儿干嘛呀？这倒了血霉了。啊！交出那个人族渣子，我便让你成为我的战仆。你毛都没长齐的小奶子，还想收你鸟爷当战仆？回家吃奶去吧！砸烂你的鸟嘴！躲起来了，大胆！我大哥这种百年难遇的奇才，也是你这小奶能侮辱的。赶紧跪下认错，否则我大哥收拾了你！啊，这家伙的鸟嘴可真能惹事！不是对手，还是先想办法逃走吧。跑嘛跑！这可是我才得的五行阵旗，之前来不及用，现在有大哥挡着，终于有机会了，让咱们知道这鸟爷的厉害。道灵，退！颜色瞧瞧，千刀万剐，练做人质。
定要把你千刀万剐，贬做人质。这的压力竟然比通灵塔第九层还要强数倍。石石他们应该安全了，利用压力尽快摆脱他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死到临头还跟我玩这一套，简直异想天开。压力越来越大了。星辰神石。啊，有人。道灵。火灵玉小姐。我。你在吸收星辰灵气。这么快的吸收速度，你会暴体而亡的。快停下。我没办法控制。快走，神山少主在追杀我。压力消失了，我帮你拖住神山少主。青莲打算吸收这块神石。哼，总算抓到了。滚开！则连你一块儿宰了！好大的口气！这死毒的东西，这就送你上路，你大胆试试！青龙的家伙还没吃完，不能再耽搁下去了。别管我，你先走。我允许他走吗？等我先解决了他，再来解决你。该死，青莲，快停下！住手！殿的枯木春，你是火神殿的人。此人是我好友，你若杀他，就是和我们火神殿为敌。哼，谁给你的胆量，竟敢威胁我？我们上古神山万古长存，区区火神殿，我会放在眼里吗？糟了！好。
先天怨气都能使，也太不挑食了吧。总算是把这个麻烦给解决了。竟然有这么多天银石，修炼金身第二斩的材料够了。这个玉简，这块已经试了神韵，没什么用了。另外一个，星火神炉，修炼神魂的功法，需悟道本心，蕴含天地规则，果然是先天道经。可惜因为提前出世，规则不全，还产生了怨气。小心！此道经为杀戮规则，若是参悟，可化杀戮规则为己用。你竟然能吸收先天怨气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次多亏你帮忙，这个就给你吧。道经因你而出世，便是与你有缘。我若是拿走，反而是祸不是福。这些碎石就给我吧，正好当炼制材料。那我帮你搜集，正好我还要在附近找找仙辰神液。哦，这纹路和先天道经上的有些像，又有凶兽的气息。找到仙辰神液了。竟然在这下面。混沌之气开始演化混沌了。春风破浪，江湖上闯荡，记忆斑驳，将故事回放。闭上双眼，依稀浮现梦中的情节，像遗失的往日重演。世道纷乱，心路千万里，纵横天地，使命刻心底。破晓的前夕，黑暗中披荆斩棘，雕磨着铮铮的孤寂。飘荡在雨中的光源，是希望的火焰，拂袖一挥即燎原。盘旋混沌天地之间，是少年在沉淀，盛夏转瞬间。踏破云巅，向前向远，长剑对付深渊。风云千战，魂永不灭。风云千战，魂永不灭。